主料：五花肉250克，豆腐皮2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料酒、老抽、糖、味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所需原料：五花肉、豆腐皮。豆腐皮洗净切成长条，把豆腐皮打成结。锅中放入五花肉，烧煮一下。煮好的五花肉切片备用。锅中放油，放入糖炒成糖色，放入五花肉迅速翻炒，使五花肉均匀上色。加入适量的水，放入豆腐皮、盐、味精、老抽、糖、料酒，大火烧开，盖小火焖煮20分钟。五花肉软烂后，开大火收汁，收到汁水基本干了，就可出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：五花肉提前要煮一下，可以去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